佛法修行离不开定慧，不但是禅宗修禅定，学教也要修禅定，定就能入门，没有定功入不了门。定叫什么？定叫我们放下，放下妄想，放下杂念，把清净心找回来。清净心就是禅定，定能开慧，大彻大悟，这叫入佛境界。宗门不能得定，没成就。教下没有定，也不能开悟，所以定是修行。第一个是信心，要老实建立；第二个要是多听经，多研究经教，理明白了，究竟怎么回事情，搞清楚，最后的成就。净土一心老实专修，每个人用功程度不相同，真正遇到好老师指教，不走冤枉路，由信到解到行，后面是成就，果是成就。到后来你自自然然会把应该放下的全部放下，应该提起来的全部提起，五年到十年功夫就成型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习，老实念佛，必定往生见佛。佛法的方法很多，也就是入门的门道很多，门门都能成就。能不能入门一定要放下，关键在放不下就没办法，学一点皮毛不能深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先就定。定在哪里？定在不会改变。我这一生就走这条路，一定要把它走通，一定要达到目的。净宗达到目的，从念佛悟入，悟入之后。要深入，功夫浅不得力，功夫要深才能得力。要扎根，扎根比什么都重要。用什么扎根？定慧，大者离不开定慧，定慧要精教。所以我学佛之后就开始讲经，讲了60年，发现把佛家的使命肩负过来。这个差事很苦，但是一定要做，如果不做佛教断了怎么办？这是一门大学问，只要发大心求佛菩萨加持，能够集成一个宗派，功德无量。纵然不能够集成一个宗派，你以这个修行不
不间断，修行真的念佛往生行也是大成就。报声